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凉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同修代表，即当下一经大学第一届到第十一届的前世同修，侯会大众等啊，即当下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法会坛上啊，各姓氏家中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9月2号第二节要来与各位啊探讨王禅老祖天威啊，老祖天威有祈福和束缚，束缚人在祈福啊，这天和观天观在束缚。所以人虽然在黑暗中一点灵光啊，这个神在完全光明中也心怀着众生，这是众生的人，所以才有佛家所开示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众生别，明暗聚细王佛将相凡夫走卒都是众生，尤其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是众生耶。所以我们各位同学未来都是人间师，也会成就为天人师。天上界的心法语言和人间界的心法语言啊，都有相同的他的需求，所以人就会有祈福啊，你要做神你就要束缚给大家。所以谈到这里让我想到20几年前在仙佛寺还在努力开山的过程，我在写了一个快木板的墨宝啊，建设台中道场要很多的经费，所以我们很多信众大德我们的学员都很支持，你支持多少钱我就送多少版的
这个墨宝阿仁来祝福，那么多踊那么多踊跃啊！那时候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啊，他在仙佛寺的现在书讯处，以前是茶寮啊，他对我开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禅机话语，但佛教啊，那众生都在祈求佛教，祈求神佛菩萨帮你加持，而你们的弟子啊都很慷慨，而且很花心布施，啊都毫不保留的登记了身上，掏出钱来护持建道场，来纳钱。啊，他说啊，在很多地方啊，出家师父要束缚给众生，众生呢就开始说，师父啊，我很穷哎，我没有钱呢，我很穷。那我们唯心弟子们都不会说我很穷，相对的，老祖似乎给我们大家都很富有。你喊穷的，越喊你越穷。那又让我想到，你要做神要有一个本领，他要求众生要求赐福给他，你就要赐给他平安啊！众生一直开口说很穷，你也要赐给他很穷啊，才能够真正做到神有求必应，有求必应，有的是求寿，有的是求福，啊，求穷，啊，你要有办法让他穷，你才是神呢。啊，那你为什么要走？所以要修给人家平安富有，需要相当的功夫。还有众生喊穷，你也要有相对的功夫啊，让他穷，这个才是神呢，才是菩萨哎，满众生的愿嘛，满愿嘛，还听有无？哦，所以你们到庙去拜拜，求三个宝，一个宝是我智慧，佛会赐给我们智慧，是我信心，是我力量，这三宝很重要，智慧、力量、信心啊，不要说拿起来，哎呀，
老祖啊，我这很穷哦，我要跳伞来玩。啊，你啊，若是当老祖的话，你爱真正满他的愿，可以跳伞来玩。啊，这就是禅机密，禅的道理。甚至你人之间，好话多说，不好的话不要说。你不好的话，伤人的话，你讲出去了，你身边的守护神、护法神都会帮你忙哎。尤其你们是有皈依王禅老祖为老祖菩萨的座下，所以老祖也派了很多护法神给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不好的话，啊，就会满你的愿。这样就注意啊。啊，不要说哎呀，我无啥，我讲讲的，凊彩讲讲的尔。啊，说假成真的，受为人间悲剧多得不得了啊！啊，所以才要说好话，想好的事，光明面，行好的路。啊，这个才是道啊，才有说啊，不偏不倚啊，无善无恶的道理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见解见地，要全部往光明面来做思考。凡是世间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啊，若是我们以消极黑暗的思想啊，一定会满你的愿，好难落魄，落魄较有咧啊，这嘛是咱做行的基本条件呢。哦，所以王禅老祖天威连这个也全部都想到了，所以我们这些众生相啊，有人说哎呀他很贪便宜啦，那不是坦白，他不没有修，没有悟这个道，所以所讲、所想、所有的行为，都是消极黑暗面。那他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一点路假路恶暗，啊，这就是满各位的愿。那么各位，你们都从蓝天圣门而降的菩萨们，都已经与天人合一了，我们要感恩呐、啊，啊，要谢恩呐、啊，要报恩呐、啊。诸佛菩萨在蓝天圣门，在会议啊，谆谆教诲从蓝天而降的天人菩萨圣神来到世间后，怎么样才能印心，才能觉明印心啊？这凡是光明面的思维，光明面的行为，这都是我们从蓝天而来耶，
都是同一体系而来耶，都是玉皇大帝的灵系而来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学这个道，我们所修的道是要往光明天回去啊。你要往光明天回去，时时刻刻我们的想法要光明面啊，不要两句话三句话就开始起冲突。他逆着来，我顺着接；顺着来，我逆着接。因为每件事情都在相互的成就，所以你们要以师父印心一个对联，四句偈：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能识得阴阳诀，何愁幸福不相逢呢？这是阴来顺逆，顺来阴逆，来领悟发生在眼前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无上的天机，这些天机都是我们从蓝天而降下来的指导灵啊，这些指导灵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你悟了即身即佛，即身即菩萨，没有悟还是凡夫，在那边蹦蹦跳跳跳不出名堂，那不是真正不是修行哎。所以我很反对各位同修去参加灵修跳灵机，跳个拼命喘，呼呼呼呼呼，目睭起一蕊，骗钱骗鬼，那不是王禅老祖的弟子哎。所以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台湾祖师观世菩萨的慈悲接引各位的无量劫来天上界的天人菩萨们与我们相回应，所以指导灵下来和我们人相回应，就是太极图。太极，这个人生，这个灵性啊，我们啊，这天人师上面就是纯阳，是灵性。灵性心中也是含藏着众生相所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道理那相对的，我们研究易经风水也是有阳中有阴，阴中也有阳，纯阴孤阴寡阳，不生也不长，
啊，这都是无上的禅机耶，都是天机啊。啊，所以老祖啊，怕各位会误错这个禅机，啊，才在5000年前开始将易经一阴一阳，啊，以六甲啊，六兽六亲啊，三宝啊，以易道禅天机啊，斩钉截铁的告知吉凶祸福啊，六甲就是时空、时间与空间，六兽守护神。六亲人生君臣父子啊，这个三个三宝来将易经或者六度空三次元六度空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易经的妙用，所以才有老祖开示了一句四句句：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是印心绝明的禅机密口诀禅语，所以你们谈到以易经，你不懂六甲、六度空间、时空。六甲就是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啊，和甲子六甲啊，六兽青龙、朱雀、勾陈、橙蛇、白狐、汉玄武六兽。这护法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护法神啊。再来，六亲，我父母、兄弟、祖孙、妻财和老公、官鬼啊，这都是人生。啊，最透彻的哲理，以文字语言啊来阐述，这都是王禅老祖天威在示现呐、啊！祝福各位。
心闲事及各位双善之事。我们身为人在世间，两只脚，两只手，啊，这一阴一阳，右手就是太极的阴，左手太极的阳，啊，中间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太极，就表示人，啊，就表示人。这个左手是右手，左脚右脚，中间这条是心，我们的思想随时在变化，阳多阴就少，阳少阴就盛。我们在世界上到基于我们的身上，哎，啊，所以老祖开示我们，道在我们的身上，道在身边，了了分明。你看他左手出来的，那是阳。啊，右手出来了，就是阴。所以我们在台湾到处有早期有看到一个画像，我要反攻大陆。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动作？啊，右手动作和左手要反攻大陆，我要的在哪里？是左手右手里面都藏着天机密啊！啊，最重要，中间的人要顶天立地。当你顶天立地的时候，你就有身怀六亲的温和思维。没有顶天立地，右手阳盛阴衰，阴盛阳衰，永远不平衡。所以这个里面有残疾耶，所以你们要做生意，打你们的广告，你们的相片绝对不要说我这样，哪那东西摆，气话嘛来，啊，这个阴不能抬头，阴抬头。就是我们的思想消极面抬头，这个是贪嗔痴三毒。你以贪嗔痴三毒出来，人家不会尊重你，而你以戒定慧，左手戒定慧。戒除三毒，啊，你这个人就会成功。这个都残疾耶，是老祖传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生活法，都是道，都离不开太极，离不开太极图。阴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也在告诉我们
在世界上再怎么落魄，他也有他的阳面。你最简单的，总统不是很至高无上吗？若是没有人投，没有百姓来投他，还是当不了总统哎。所以你站到地位不要共高啊，不要我慢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明定大和尚开示我们人生哲学啊，政治选举拜特的时候一直动逃，一直动逃。当你被他骗了，选给他，他就抬头来，骄傲不可一世。而当你有什么众生烦恼问题，请他帮忙，就有逃。这山头嘛，山了头啊！啊，这一句话，啊，20-30年来，用在社会上看透世间人的丑陋面，笑一笑。啊，原来百姓这么单纯。希望被人骗一骗，再贵言。啊，伊若无敢骗，啊，你就感觉伊个功夫无够，无能力，到最后来受亏的，就是全民嘛。这个都是人世间的警示语言。所以各位同兄，我们要注意，我们再来到世界上走一趟，好不容易黄山老祖把各位的天界指导灵、守护灵都请下来和你们合一了，所以你们的见地要更加的宽广，要知众生的一切行为，你要从里面来领悟人世间的冷暖，这即是道哎，即是修行。所以修行不是只那么叩叩叩叩叩叩而已啊，是要用在眼睛所看到的，你要去悟，要悟。你看到我们供养的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的源流是怎么来？本来是百家姓嘛，为什么有15615姓氏？要追根溯源呐。啊，就是从5000年来，中华三祖宣仁皇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啊神龙炎帝祖三位老祖宗的战争，三位也是三圣，也是三毒，也是三戒，也是三宝，你要去悟。啊，蚩尤氏族啊，被人砍头，而且被写为是魔鬼，含冤忍辱5000年。我们哪一位去想到蚩尤氏族他的心怀在哪里？
它是工业始祖啊。我们现在所用的都是石油四祖的福报，哎，都是他在赐福给我们呢、啊。开始没有石油四祖啊的天威、德威来赐给我们这个智慧，我们当下所过的生活是什么？没有神龙帝他的仪容啊，自己来尝白毒，日常百草种白毒，然后做出啊医药，那么牺牲自己来圆满众生，我们有人去想到这些问题来感恩吗？现在的皇帝族他是人文出族，文字是先年皇帝族啊的百官啊，发明文字啊，发明文字它的由来是怎么样？有汉文字，有蚩尤文化。啊，蚩尤氏族，啊，蚩尤氏族，从零到一，零到一，啊，黄帝文化，炎黄文化。是从一到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才有弯来弯去，啊的文化，啊，蚩尤氏族是电脑文化，零到一的哲理，啪就马上就到。所以现在的人想做网络，想做电子科技，都是蚩尤氏族嘛，蚩尤族的文化留给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感恩，反而在说蚩尤族是魔鬼而不是人，这不是有矛盾吗？啊，这是古时候历史记载的错误偏差的记录记载，让后代的祖祖孙孙五千年啊没有智慧，那一直在恨怨不满相互的对立，这不是很可怜吗？就可怜众生嘛，所以我们才会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每年的一月一日，在林口大体育馆，啊，邀请了三祖儿女代表，三万六千众。在林口大体育馆宣传举办祭祖大典，盛况空前，开五千年来
啊，最大的孝道追根溯源，这都是王禅老祖的天威耶，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嘞，需要神的力量来神助，啊，需要完全以光明面的阳面，啊，光明面的阳面才能涵盖阳明面、光明面，才能涵盖这些小小的污点。啊，那么人就是这么的可爱，一大堆的都是人，共同的思想是一点点光明面。神、列祖、列宗都一直在希望他的光明越光明越多越好，所以我们才举办2021年1月1日的祭祖大典。而这个天威是王禅老祖的天威，诸佛菩萨的天威，所有中华三祖儿女15615姓氏列祖列宗的天威啊，集合起来而成就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今年2021年的1月1日将是最后一堂，而15堂的圆满祭祖大典。所以我在这里邀请各界朋友啊，三祖儿女本着天下一家亲，不分你我啊，大家一起来台湾林口大体育馆36000的祭祖大典，歌舞升华啊，来表达爱好和平的心声。而且在祭祖大典由维新圣教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来负责执行啊，也由维新世界和平出合唱团以圣歌来奉请列祖列宗之祖灵啊，光降林口大体育馆，由圆运法师啊负责训练圣歌合唱团啊的同修啊，大家以心供佛，以心来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以维新圣教梵呗学院严嵩院长啊及所有的法师、讲师、禅师啊，以所有全世同修齐聚一堂，表达爱好和平的心声。啊，这是5000年来啊最殊胜隆重的祭祖大典。唯愿三祖儿女啊能够心开意解，列祖列宗诸祖灵也能心开意解啊，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成就珍惜啊，成就维新净土和蓝天净土啊，以极乐世界佛净土相
回应，应信绝明，来之即去之邦，欢喜信受，共创天下一家亲的华喜啊。这是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当下性、现代性、现实性的祭祖大典啊！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及社会大众，在2021年的1月1日啊，能够来去林口大体育馆。祭祖会场，啊，来参与盛会，啊，这即是的太极大道回归原点，啊，他现在两岸，啊，祭祖大典。啊，你就成圆满。啊，这是天道，大无其外。天下太平。所以我们要回归到空性。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趁着最后一次机会，祭祖大典的法仪最后一次机会，现在开始就要，邀请你们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同仁，啊，向祭祖总会。报名，向共婚处道堂报名。这是我们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大家共同的本愿，天下太平。啊，是老祖天威，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在我这里做了一只啊九龙柱啊，这个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富贵你，这是九龙柱啊，有出版社，有那个。啊，维京文化传播公司来发行，这是我们共体天下一家亲的精神目标，九龙柱，天下太平，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